凝望八爪鱼，八足咁多爪，为你报道城中热门话题。今个星期会带大家去 Luna Fest 温哥华美术馆广场庆祝活动，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华丽 Disco Night。跟住会带大家去睇下多伦多冰雕节，同埋多伦多电单车展。总之每个礼拜约定你，星期日晚7:40，凝望八爪鱼。